记住这条口诀，你就是养兰花高手。记得先点赞收藏，避免刷着刷着就不见了。补茎才能根系壮，补蛋才能长新芽，补磷才能开花多，补钙才能无黑点，补钾叶片才会厚，补铁叶片绿，补锌叶片大。如果你不懂得解决这些问题，可以每三个月定期给它使用这个兰花多腱肥，可以满足兰花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，再加上养护环境通风又好，不要过度晒太阳，每次浇水又干透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就点个赞。